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，像是君父强取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佞臣残害忠良，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。康公十九年，知府采邑中的一簇剑光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妹妹快醒过来。阿慈，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，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吾儿从不出嫁，父亲他……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不甘心。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，如今不见任何人。大胆，是谁的命令竟敢阻我见父王？王姬请息怒，天侯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。天侯这是要造反吗？天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。王姬的佩剑刺在王上的身上。
可能，我竟然杀了父亲。阿紫，我做了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，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哎，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，是王姬大人。住口！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！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王姬大人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。是吞噬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应该能很快逃脱。要记住，活着，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来人呐，射箭！屋顶上的逃犯，不管是谁，不准给我留活口！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，我跟你走。Hey!
春秋时期，齐国晏婴曾预言齐政足归田氏，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质。舒姜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，仓皇出逃中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格杀勿论。即将在逃，田和孔生变数，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。世人愚钝，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，即将投靠无门，山穷水尽。临淄城外的荆棘林被视为不祥禁地，追兵轻易不敢擅入，生怕惊扰鬼神，祸及己身。即将暂时得以喘息。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？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。我是齐国的季姜，康公之女。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，难怪你能驱使世魄，寻常人使之只能当辟邪的装饰吧。你说我的双剑，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，之后就一直带在身边。这古玉所制的神剑，你如果好好修炼，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此外，我再赠你一柄神器，这赤霄乃是我当年射日的箭矢所炼化而成，烈日破土，无坚不摧。你可以用以平天下，安百姓，寻找天命之人，结束这乱世，这是你的使命。原来是射日的后裔，承蒙亲眼交托大任，可是我不能。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，怎会是父亲？阿姬也在他们手上，我要找出真相，我要回去救他。那你有何打算和筹谋？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我只在书册和画像上才见过的人，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，他们一定知道什么，我要去找他们问问线索。现在的你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性都太弱小，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也好。拿上你的兵器，快去吧。离开这里之前，先去见一个人，他能助你事半功倍。多谢，告辞。我早已立下重誓，再不铸剑。你请回吧。我不是来求剑的，后羿前我来求你指点迷津。后羿，你手里拿的莫非是赤霄？正是，方才后羿所赠。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，看不出来后羿为何对你青眼有加。这天地间有很多魂荒之力，可以用来锻炼肉身与兵器。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，也能助你提升能力。是，我记下了。
是我的错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来这里？临淄即将，齐国的王姬，我也曾是君父的掌上明珠，却意外早夭。我不甘心就此只能化身为鸟，一直期盼能重生于人间。原来你是炎帝之女。我没有想到阴阳两界真有一日能被打通。我虽然得以归来，但也有众多冤魂邪魔侵入，这里已经不是我所熟知的世界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说起来好笑，我从小就很擅长的奔跑，没想到却用在了今日的逃亡。出生起我就没有离开过宫苑，但是齐国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。就在我厌倦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时，在边境大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一线光明。宫苑里出现的蒙面将军就出现在这里。改名小白了，歪歪都知道一下。啥？你说啥？这是我阿娘给我取的名，之前因为避讳齐桓公才不用。嘿嘿，齐国现在的太公姓田，就此恢复使用。姜氏哪有那么快倒？听说宗室已经起兵了，哎，通缉令在我这儿呢。这位朋友，你怎么看？啊？我吗？上头的事儿我怎么知道？我要见将军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这会儿没见着，在大营里面吧。哎，那人谁呀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你认识呢。哎呦，你快查查通缉令吧，搞不好就有这家伙。
坏了坏了，刚才是你放走了通缉犯，田将军一定把错算在咱们的头上。你胡说，是谁扰乱了我的营帐？将军，大闹军营的好像是江氏的通缉犯。全军听令，给我把他抓出来。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引到那里去，只要将军看不见就没关系了。你是说不要了吧？可能回不来的。只要没人见过他，就不是你我放跑的了。白送死，倒是省了老夫为太公找你的时间。你是那个时候出现在宫院里的？那一刀刺得好啊！那样的父亲，你早就看不顺眼了吧？父亲不是我杀的，你明明看到了。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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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，分辨。何其大雾！哎呀，别闹！电灯雾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听说看公子的时候，武将军也在场。嘘。那样的结果，太公一定很失望吧。我们永远也没有再见天日的一天喽。武将军为孤打下的这一片江山，也要父子黄土。哎，可叹可叹。君上，有何事？武将军竟然被一个姑娘挫了锐气，现下正前往石海山，若是被他登上山顶，让他去吧。若是那姑娘果然厉害，倒是替我报了鞭尸之恨。Yeah!
王姬且慢。你认得我？尊驾何人？老夫乃晏婴是也。原来是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名的晏大夫。欲为君父除弊事，肯将韶华惜残年。老夫知王姬此行必有意，只是前途凶险，老夫愿效绵薄之力。老夫可教授王姬炼化血脉中神力之法，可助王姬打通天灵，充盈气血。多谢眼相。魂魄的归宿，你一个生灵，除了他，没人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既然你这么确定无疑，怎么还需要找武将军作证呢？你心里也有疑惑吧？齐康公的作为无法与田侯相比，你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。我没有杀死我的父亲。没有。的小娃娃果然追了上来。我没有杀害父亲，我没有。你亲眼所见，你可以为我证明。这座尸骸之山
就是你的葬身之所，留下吧。将军的那具尸骸被我打倒，他的灵魂就此失了居所，眼看着就要被自己造出的尸骸山吞噬，他的魂魄自动选择了投奔我。你又回来了，是想通了，要放下仇恨，投身大义了吗？我去了边疆大营，见识了那里的乌烟瘴气，也见证了沿途百姓的颠沛流离。这一切都是田氏所害，所以我要证明我的清白，揭穿他的阴谋。这既是私怨，也是为民除害。世间一切皆有因果，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勉强。人心乱，天下才乱；人心安，天下皆安。人心乱，也是这些奸佞小人贪得无厌所致。并非全然如此。伍子胥也是一代英豪。若非他自己的执念，田氏又怎能驱使得了他呢？哦，说起伍子胥，你看这……这确实是伍子胥的魂石。魂石？具有异能之人，死后神力不散反聚，凝结成魂石。你得了伍子胥的魂石，便可以借用他的力量。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可我并不想要他的力量，我只想从他口中问出真相。我要再去寻那另外两人，我不会放弃的。